现在就在这个国门景区啊，然后里头有一个滨江步行道。这个滨江步行道呢，这底下呢还有一条道，但是呢，这个底下那个小道呢是封了，而且呢，它那个边上都是弄着铁丝网。手指的对面就是朝鲜。叫什么？刚才那个人跟我说叫什么？满什么区？这边的这个鸭绿江不宽，完了以后呢，和那个朝鲜那边啊接得很近，看得非常非常清楚。那边应该也是多数是居民区吧。我现在就是在丹东的时候啊，就在那个沿江的时候，没有看到对岸有什么什么人在走。现在就是我几乎就可能这个 GoPro 拍不好，就跟对岸那边人在并排的走。你看那边有两个骑自行车的，然后刚才那边还有几个孩子在那玩，那有意思。对面的狗叫声听得都非常清楚。那个海关的那个四层大楼上，然后就是公路这边海关，然后开了一个那个观景台四层，他们为了让大家这个拍照方便啊，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玻璃全都给卸了，哎，还是专门设计了一个窗户，哎，反正现在是通透的，那拍照无遮挡，哎，非常好，考虑的非常周到。对面呢是朝鲜的南浦市，是朝鲜的第六大城市，据说挺穷的啊。